觉寂寞太沉重，身边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。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，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。嘿，回想年轻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，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。就风起云涌，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，尝试亲吻，尝试拥抱或沟通，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，大多数人都相同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人类。